这是一款极度猎奇但充满哲学的大鱼吃小鱼游戏。一坨口香糖鱼不停地吸收其他鱼的身体，最后越吸越大，连人的眼睛都敢吸。同时，这个游戏里的鱼将是你见过最有哲学的鱼，但也有可能他们是在瞎扯淡。这个游戏我们之前玩过啊，叫 How Fish is Made。当时我以为这就是一个制作三文鱼的游戏，但其实它是一个暗藏玄机。对，跟那个漱口水他们是同一个作者做的。以前我玩过，但是现在这个游戏大改版了，我觉得应该更有意思。它现在改版了，以前玩的时候还是比较简单，现在的话就是我不知道剧情有没有发生变化哈。我跟他对话吗？ Hello， 你刚才掉下来了吗？告诉我你是想上还是想下。你最后必须做出决定，即使是我们中最油嘴滑舌的人也不得不这么做，所以不要为自己的选择而沾沾自喜。我们在哪儿？别担心这个问题。所以你想选择上还是下？对，这个地方大家是选择上还是下呀？给我一个答案好吗？都说上，那我们就上吧。哈哈，你确定吗？最好要确定。顺便说一句，那个机器不能跟你说话，所以你不要对他说话。哈哈，我这个游戏以前玩过的啊，我都感觉现在有点变化了，变得稍微的精致了一点点，可能他后来更新了版本吧。但是我记得哈，这个游戏应该是挺复杂，它主要是比较哲学。 up up up， 你看起来像个聪明人，你知道这条路只有一条路，而那条路是向上的，没有第二条路。我一直都知道它是向上的，我从来没有要求过，我从来没改变过，从来没有撒谎过。让我听你唱跳 rap， 我喜欢听。你要去哪儿？你准备去哪儿？我要去 up。 水有问题，肉也有问题，所有事情最后都会向上，全部的东西最后都会向上。随便你吧，我已经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了。这个游戏很哲学啊，我只能说啊，我们能相遇是多么幸运的事情啊！不要被那个人挫败，他迷路了，和很多人一样，我们只能为他写诗。我看你对我的灵感宝座很敬畏。这就是他灵感的宝座吗？像个骨头一样那个。有一天他突然缠住了我，就像我所有的想法一样完整且不可被否认。不，你想拿多少就拿多少，这是对我最油腻大脑的证实。一定要说出来，什么盲目的摸索让你做出了这个选择？别说大家听不懂，这个游戏连我都不懂啊。警告，我想了很多才知道哪条路是正确的选择。我很快就得到了所有答案，这就是我的负担。你想知道吗？它可能会改变你的世界。他跟我们说要往下。是的，我很清楚这一点，他这么说的。我们选择是往上，他是要往下。但是怎么样，我听到你问了，让我来解释一下。不，这对你来说太复杂了，我的方法超越了简单的头脑。他觉得我头脑简单，听不懂他的方法。我从来没有想到一个理由来质疑我自己，你能相信吗？不，你不能。我很高兴救了你，让你不至于当一个父亲而丢脸，是吗？让你自己不至于让一个父亲丢脸。哎呀，翻译我也真的，我真的莫名其妙觉得他们说话真的。以前玩这个游戏也是觉得莫名其妙的，就把我当成你的向导和导师吧。不客气，我要客气。你在说什么狗屁啊，我根本听不懂啊。他说的是往下走，但我要往哪儿走呢？这个游戏可能会有点意思，但是我搞不懂他这个到底想表达什么。你必须深层次的去，哎呦，这是什么？你要深层的了解这个作者的内心。我刚才看这个我还以为是条蛇呢，好久没有玩过这个游戏了啊。哦，你好，路在这边，路在那边，我也没问你路在何方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的家人选择了向上，但我最好的朋友说向下是正确的选择。家族很大，但他们在一起时却很疏远，但是一大群人在一起是最安全的，这是最高的真理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
往下是错误的。我能从我最闪亮的雪花中感觉到，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在一起游泳了，但是我怎么会知道他会不会答应做我永远的朋友？没人在乎我的感受，甚至包括他，他也不在乎吗？如果我不能准确的知道结果如何的话，我不想做选择。他也不知道是往上还是往下吧。你该走哪条路？是和我的朋友还是和我的家人？哎呦喂，现在真不知道走哪条路了。这游戏好复杂，我说实话根本听不懂啊。还是往上吧，咱们要坚持啊，往上吧。他说你是对的，这不是我的错。他太蠢了，还自吹自擂想成为大人物。他说的他朋友啊，我并不总是跟他相处得很好，但我想你们家的决定到最后总是最好的。谢谢你，我不会再质疑他们了。我不想听你在这说了，我根本听不懂这玩意儿。对，这游戏很早之前玩过，说明你是我的老粉丝。但是这个游戏它后来更新了，更新之后我们现在，哇，这个怎么进入了肠道里面？我感觉哇哇哇哇哇，哦耶，好黑。嗯，这有一条鱼，你，我真不想问他们了，感觉他听不懂，主要是。看呐，我们做了什么值得见证这样的荣耀？它一定意味着什么？但是是什么呢？他想说什么呢？哇哦，我已经摸索了我的脑袋，我看到了每一个细节。我不明白这个信息，这也一定有一个方法可以离开这个生物的胃。答案就在这里，他总是看不起我们，是一直都是啊。他揭示了什么东西呢？他说他看不起我们是往下看，那我们要往上对吧？啊，他说错了，我认为是下。你能看到吗？我想我看到了。他会跟我说话，我能听到赞许的声音，他在我的喉咙后面。我必须进去，我必须被这种纯净的物质净化。你要进这个里面吗？难道是？哦，被选中参加如此崇高的仪式，我真羡慕他。我必须变得有价值。他在抽泣。他说的仪式就是进这个是什么里面吗？这个东西。哦，我靠，这玩意儿，这个鱼进入了这个里面，是一个很高的荣耀。他也想进去这个东西。这是个套啊，大家发现没？哇靠，不想看了。这是一个连鱼都无法理解的世界啊。对呀，哪有这么大的套啊。我反正是觉得比较淫荡啊，很怪啊，怪得很。这有一个按钮，你准备做什么？不要碰那个东西，快来人救我呀，我碰了会怎么样？碰了，哦，碰了他就死了，对，因为他被卡在这个螺丝上面了。对，我之前玩的时候也是，他被卡在这儿，所以门打不开。我为了开门直接把他给害死了，真棒啊。但是我没想到这游戏怎么更新成这种了吗？我有点无法理解了哈。这又是什么呢？这是什么呀？我记得以前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，它这边很多莲蓬的啊，莲蓬头那种。哦，这边，我正想说，但这玩意是什么呢？我还是无法理解啊，这个。这个游戏很猎奇的，实际上。但是我依旧啊，哪怕我时隔了好几年，我说我无论哎，我说我成熟一点了，我来玩这个游戏，但是我发现还是搞不懂这作者他脑袋里面到底在想什么。我能直接过来吗？好像可以。你看这地方，这玩意到底是什么呀？不太懂，有点像那种
油脂分泌的。我们现在应该是在什么东西的肚子里面吗？刚才是通过肠道滑下来的，对吧？这个 也不是很恐怖吧，就是微微的有点微恐怖，但是比较猎奇的那种游戏。它是一个探索一种哲理的东西，通过这个游戏它要作者想表达一种哲学的东西，让人无法理解啊。那哇，它嘴巴里面，你看这个鱼的嘴巴里面被寄生了。啊哈，你在这个最富饶的地方丢失了多少财富啊。他为什么我和我的零号朋友回来了？我吃掉了他的舌头，自那以后我们就成了合作伙伴了，成了同事啊。我敢打赌我们有很多可以分享的经验。我总是在说你要对某件事情充满热情。我他现在这个鱼没有舌头，里面是个寄生虫在当他的舌头。我对友谊充满热情，我想尽可能的帮助人们，就像我哥们常说的，团队合作是成功的灵魂。我认为说得漂亮。天哪，我被最聪明的想法打动了。你介意我用我自己创作的音乐风格来启蒙你吗？我的零号朋友很喜欢那里的小调，很好抓住你的腮。启蒙我哦，对，这个地方我记得很怪怪东西啊，这边这个游戏让我就这个虫子成了这个鱼的舌头，它已经没办法说话了呀。我在一个洞里，我在一个舞台上，一场表演，真是真正的羞耻。虽然说以前确实玩过这个游戏，但是已经让我有点无法理解了，就是越玩你越无法理解。哎呦，还有这个虫子，我想起来，这个虫子是一种寄生虫，它寄生在蜗牛的那个眼睛上面，控制蜗牛到一些比较高的地方让鸟吃。你会和它埋葬在一起。这真的是一个寄生虫啊。他说兄弟感觉怎么样，与成功同步，与野心一致吗？我们要选 yes 还是 no 啊？我们选个 yes 看看吧，要不然毫无疑问我的朋友，你是我的朋友。我敢说我偷了一点我的核心能力吗？你很快就会感觉到的，别担心。没话说了是吧，遭不住啊这个东西。这像蜘蛛我感觉。当年我玩这个游戏我都觉得玩得我一脸懵逼，现在我成熟了啊，我长大了，我再来玩这个游戏仍然感觉到力不从心，玩了之后感觉人都要疯了啊。
感觉真的很难懂，我反正觉得，反正是在一个什么东西里面吧，是在一个肚子里面吧。哇，这边好多臭鱼烂虾，我在想这个游戏我要不要再发个视频呢？毕竟我曾经发过了，虽然这次玩的话感觉到有了新的理解吧。作者在暗示我们在人生中做选择吧，也许啊。然后这边有一些莲蓬头，我天，好恶心啊！这玩意儿为什么你配得上？你会有能力忍受吗？不停的尝试吧，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吧。那些双洞脚链一直都在那里，都是为你而设的，对吧？你会回来的，每个人都会虚弱，否则你会找不到，对吗？谁在跟我说话？是你吗？难道这个莲蓬头在跟我说话吗？我不想听的，我说实话。我知道里面是虫子，但是我不想说出来，因为我们要和谐，知道吧？这边有很多小莲蓬啊，我们要和谐，对吧？不要看，里面是蛆，嗯，哦，旁边还有很多，我好久没玩了，我都忘了这个游戏是什么个过程了啊！真的，我往前走，这是一条星光大道啊！我要成仙了，我要成大明星。现在是时候了，选择吧，上还是下？最后这是我们的选择，我们选一个上吧，然后怎么怎么样？先选上啊！我明白了，你明白了吗？这个选择就给了你这种没用的家伙，这是礼物，而不是成果。这种不确定性吓到你了吗？还是你更害怕知道那里？还是你更害怕知道那里对你来说是没有选择的吗？那这一切都将付诸东流。但这样不是感觉更好吗？别自作多情了。我会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其实已经做了你的决定。这不是一个做决定的问题，而是对信念的考验。对信念的考验的话，那不就是我们一直都选得上，对吧？你是否偏离了你的道路？你是否诚实并忠于自己的真理，即使是对别人？呵呵呵，你刚才相信我了吗？我只是一个宏伟房间里面的一条鱼，足够好了，对吧？你能不能别逼逼啊？这些我都不吃，他们很难吃。你不吃我吃，哇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个帝王蟹啊！这玩意儿真的挺艺术啊，有点太离谱了，让我感觉。是不是游戏要结束了？这已经是到最后时刻了。这还有一条鱼哦，没有结束，我记得这边还要往左走，在我的印象里面哈，还要往左走。真是这样的话哈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不确定我可以做到。你之前遇到那个自以为是的家伙了吗？他看起来确实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。我一直以为我是水里最大的东西，看看现在的我，一个大男孩，像一只在蓝色中 颤抖的小矮人，应该是蓝色海洋中吧。哈，不管怎样，我想记录下沿两个方向游去的鱼的数量，也许会有所帮助。一点也不确定，让我告诉你，你想知道有多少人走了吗？选个 yes 吧。你确定吗？现在最好还是跟着你的直觉走吧。好， yes。 根据我数的话，有199条鱼往上，474条鱼往下。现在我要抉择吗？这一切不都比你塞里的一块松片更糟吗？好吧，如果我现在控制不住我自己，也许我至少可以给你一个更好的机会，搭档。不如我跳下去，跳进去成为他们中的 一份吧。只是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声喊叫。你怎么看待那个？哈哈哈，见鬼，这太蠢了。他可能是个天才。看我们两个油乎乎的大朋友，各自
各自制造着该死的潮流。好吧，告诉我你准备走哪条路，还是走上什么，让我告诉你，在我走之前，伙计，你让一条愚蠢的老鱼在最后一刻又觉得自己很伟大。作为一个小东西，你看起来也挺伟大，这就是我所说的。时间到了，回头见，伙计。其实这个游戏我觉得我们就不应该看他的对话啊。搭档，我来了，听好了，入味。他感觉很软，感觉很软。我记得我曾经玩过这个游戏，但是我现在真的我已经迷糊了啊，我感觉。走上还是走下？还是走上吗？走上啊。你知道我一直很讨厌听到这样的话，别担心，很多人都在经历同样的事情，你并不孤单。在我的胸中一直有一根自私的铁丝网缠绕在那里。不，我的痛苦更悲惨，更大，更深层次，要是你知道就好了。当然这不是真的，我更讨厌谈论它，因为我恨谈论它的人。这不是很好，不太好，你不应该这样对待一切。这一点也不浪漫，但至少这是真的。别担心，很多人都在经历同样的事情。这就是为什么它是迄今为止最好的 USP 是什么呀？谢谢游玩，你不断增长的肿块是一个巨大的泄露的开放性伤口，所有的思想同时哀嚎，微不足道的大脑融合在一起，完整的世俗知识会把自己卷成一团乱麻，合并信息的重量自行崩溃，巨大但没什么用。这些腐烂的物质从内部腐烂破坏死亡，孕育出更多生命，更多脂肪，更多肌肉，更多组织，无法达成共识，一事无成。作为一个整体，你是一个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没有自我的膨胀之神。对，这游戏播完了又多出来了，哇，这比以前多了，朋友们，更新了，对，这玩意儿更新了，你必须要把前面的东西打完才行。我就说怎么一直没看到啊，这个好变态呀。咱们继续吧。哦，哇，我出来了，这都是什么呀，我天。哦哦哦，我可以吸，你们看，吸吸，大家看，我吸了，我吸了啊，吸吸吸吸，哇，吸这么多有用吗？不会是我吸到最后要把这东西撞开吧？哎呦，这是个活的呀，不能吸。你怎么说？看看我，看看你，我们已经做到了，我们是特殊的，变大，变闪，嗯，我们要变得更大嘛，才能变得更好。你的眼睛会成为我的嘴巴，你的舌头会成为我的鱼鳍，更多更多更多，吞噬你的渺小，填补空虚，只能离开吗？等等，不要离开我。哦，那行，那咱们还要继续吞，我懂了，我们要把这所有东西都给它吸完啊，全部给它吸完，最后我们可能要把这个门撞开，我觉得。你看现在撞不开，我现在已经知道了。那这边还有没有东西吗？这边都还可以往上走，感觉有点像那个棉花糖哈，大家觉得。哇，全部吸了，好厉害啊，好爽，就是口香糖给粘住了是吧，然后疯狂的粘其他的，把自己的队友啊什么的全都给粘上来，全部都粘粘粘，自洗粘粘粘，下面粘完还要粘上面。哎哎哎，等等等等，哦，
我这个还不是粘的，是吸的，你们看，像一颗笔杆啊。但这个东西呢，它是吸的，可能大家没看到啊，不是粘的，是吸的。我现在可不可以把它粘了吗？把你也粘进去，来。哦，可以可以。哦，这样。哦，是的，你现在的每个部位是我的。哇，我现在不仅变大了，而且变强了，你看好快的速度，瞬间把这撞开。哦耶，冲。这去哪儿啊？哦，什么要从这儿走吗？全部都过来吧，全部吸，全部吸干，全部吸干，全部吸，吸干吸干，全部吸干。什么？哎，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上这艘船很容易，你对自己说这只是暂时的，直到我得到我想要的，有更大的计划。然后你就突然过了一年、五年、十年。起初我无法忍受不断持续的噪音，现在没有它我就睡不着。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上次玩那个漱口水，但这个游戏更早啊，很多东西都跟不上你。但这也意味着外面的世界在没有你的情况下继续前进，不会注意到直到一切太晚了。上车容易，但是离开很难。这边我现在只能离开一下，我可能在这边还要吸一下吧。哦，这边吸吸吸吸我的果冻。这玩意儿能吸吗？这个大的还吸不了啊，我要把这边小的全吸了。这个就叫做全吸，全吸投影，全部吸掉。吸吸，哎呦喂，感觉我在一个盆地里面吸。这里面还有什么东西？哦，这下面好像还会掉下去，感觉还有什么可吸的呢？哎，我这不是掉下去了吗？我这掉哪儿去啊？又回来了，我又回来了，朋友们，这几条大的能不能让我吸一下呀？哎哎哎哎哎哎，这个地方好像可以过去。这什么呀？喂，你是什么形状啊？你这东西？哦，这还能吸是吧？嗯，还有气球，怎么还有气球啊？这个，啊？嗨，你不要碰任何东西，这些是我的，去找你自己的吧。呵呵，我过得如此快乐，谁会知道这么个东西存在呀？谁知道这东西有多好啊？亮晶晶，亮晶晶，亮晶晶，我看到了里面的光泽，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。什么？和你一起？我不需要你变大，看看我是最大的。你不会像我一样这么闪的，你明白吗？哈哈，你只能假装了。这幸福全部是我的，但是我可以吸它，你看。耶、你不来。不，我是最大的，我应该吃掉你，但是你现在已经被我吸了。这还有吸的吗？他在吃这个蛋糕，你在过生日啊。我先祝你生日快乐，然后再跟我出门吧。哎呦，那边在喷什么？喷翔，喷雪，喷喷喷喷喷 喷。嗯，怎么了？只能从这儿走吗？这是什么鬼？啊？这个又是什么？这个也是吸的吗？嗯，哦，这边有个眼睛，
你想听一个笑话吗？三个男人在医院里面，第一个男人哭着说，我失去了我的手，他们说我再也不能工作了。第二个男人也是哭着说，我失去了我的双腿，他们告诉我，我也不能工作了。那第三个人呢？第三个人高兴地说，我失去了我的听力，他们再也没办法告诉我，我被炒鱿鱼了，哈哈哈哈哈。好笑吗？好笑吗？我认为不好笑啊，这个东西我完全都没笑出来。这个好能过去吗？我感觉这么麻烦，我直接从这儿飞过去不行吗？你看，哎，多厉害！哎，你看这个高手吧，你就厉害不？你不得不承认这是高手啊！哇，漱口水。这漱口水就是那个一模一样的漱口水啊，这玩意儿，龙溪漱口水，不得不承认，你是，我想回去哦，为什么我必须到这里来？我们属于其他地方，我不想走上或者走下，等等，不，或者是左还是右？啊啊！我很愚蠢的认为我可以变得不同，当然这很吓人，但是我很孤单。看看你，带我回去吧。我可以有作用，我可以看得很清晰。没有人可以碰到我们，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，你就像我一样，带上我跟你在一起吧。但是我现在带不了，我现在没有，身上还差点东西。不要离开，我不确定我还喜欢这有趣的水。他说的有趣的水就是这个，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我再吸点吧，可以吗？再吸点东西再回来。这还有一个鱼头，吸了，吸吸吸，全部吸干，全部吸干。为什么我感觉我也没有变很大？说实话，应该来说我吸了之后会变大的。这边还有一个小头，小头吸一下呀。这边小的都是自动吸，大的你要靠手吸。这边吸一下，这儿吸一下，这还有吗？应该吸干了吧？吸干了没有？这边，哇，这么大一坨，吸。哦，所有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圆了。哦，我的个天哪！那我们现在又原路返回了啊！全部吸干。哦哦哦哦！哎呦，掉下来了，不好意思。哦，已经够大了，我感觉这里东西都可以吸了，你们看。然后可以跟他说话。其次是怨恨，他在镜子里面盯着你。然后是你周围的人，他们带着你的脸，而你是他们的。因为我吸了很多人吗？吸了很多鱼，你知道的，他加入是因为我。我用了什么词啊？对了，这是一个伟大的机会，钱很容易赚，只需要一两次旅行。其他人的话在我的嘴里对我也有用，对吧？改变伤痛，但更糟糕的事情会持续很长时间。我已经告诉他了，我尝试了，我真的尝试了。我说过明天会不一样，今天会是最后一天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然后还有其他一个。最后一个怎么还有其他一个呀？你喝完这杯还有三杯吧。其他一个，其他一个，那我要吸它了。啊，哦，这边对这个人，他是这个游戏里面的啊，你们看，他是这个游戏里面的人，他实际上是在给他的新游戏做了一个预告。对，这个游戏已经完了啊，他这个游戏已经更新了。对，B
比这个游戏有逻辑多了啊。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恐怕你不该看到这些，所以没关系，不要去想它，一点都不要想。嘿，我有一些东西拍动脚蹼，伙伴。哦，他让我们去下载那个 Mouse Washing 那个游戏啊。我猜这一切都是在浪费时间。乖乖坐好，伙计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之前玩的时候没有玩懂，今天呢重新体验了一下，确实没玩懂啊。好了，这游戏就到这里，拜拜。